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紫，欢迎回来 Bashful 肉霸场海贼王。我刚才听说这游戏好像武装是会有颜色，有其他的颜色在周围缠绕。好吧，今天我们来解彩虹色武装色霸气啊。OK， 彩虹色霸气。首先我要到这个龟岛，漂浮龟，它好像在树上，这个树上，这里。OK， 我们要跳上去。那个 NPC 会教你彩虹色霸气。OK， 变大佛跳上去，非常的高，这个大树。应该这个人吧？可以长角的男人。这家伙史东最近惹了多麻烦啊！你能去对付他吗？史东是那个石头吗？OK， 第三海的第一个 boss 啊，完成后再跟我说话。Stone，OK，、okay， 没记错的话，他好像是在港口镇吧？我去港口镇看看。他只有1550的，非常的轻松打。我的与人空手道，好吧，轻轻松松。OK， 我还有100的 FB， 不错啊，这个任务。可以赚 FB， 好，回到龟岛，应该是要打完所有的山海的 BOSS 吧？我去找那个角人啊，长角的人。OK， 太简单了，石头，有点难度吧？嘿，太棒了！不过岛屿王后也是个威胁啊，你可以去阻止他吗？完成后再跟我说话。OK， 要我去杀你弟？要去海德拉岛。也非常的简单，我现在的等级。哦，我靠，这什么？我早瓦套利吗？OK， 200的 FE 这一次，还掉了蛇弓。做得好，你现在可以去打卡路将军、重量将军吧？好吧，挖出来跟我说话。你们上去打全部的 BOSS 啊，山海的 BOSS。OK， 我都打过一遍了，还要打多一遍。好吧，可以顺便练一下我的鱼的空手道，为神拳做准备。好，按在墙角揍他。哎，轻轻松松。好，这是300FP。还可以顺便练的，错了。好，回去。哎，做得好！接下来你能找到并击败大象船长吗？他其实很强壮啊。好吧，完成后再跟我说话啊。OK， 大象船长就在这里啊。汉在杰克，海贼王的汉在杰克。就这个。好，希望你掉一下他的镰刀，看起来很帅。OK。那伤害是很高了。只要不要被他打到就行。死吧，饿啊！好，还是没掉。他的双镰刀。OK， 接下来应该就是美丽的海盗了。白马，哎，我最后的请求，美丽的海盗已经走了，你建议和他谈谈吗？击败美丽的海盗，就是跟他谈谈而已吗？可以要击败这个美丽的海盗，我们需要1950的，可以进入他的房间。美丽的海盗领域，好像有一个方法可以进入啊！你不需要1950的，我们需要到那个海德拉岛，用瞬步进去。OK， 到海德拉岛的中间这个河，这里，这好像可以瞬步进去。不知道修复了没？我好像要打开一个东西，好像打开这个吧 ，shut off 开关，然后这样子吗？这样子吗？哦啊，对，就是这样，然后用瞬步，哦，进来了 ，OK，
还能用啊？好吧，要 unshift 来到美丽海盗的领域，然后这里我要瞬步进去。这其实这一扇门也是一样的方法吧？哎呦，我直接进来了。OK， 我等级够了，我直接进来了。我碰到门了，好吧，我来试多一次。然后 unshift 进入这个模式。要找一个对的角度，这角度非常的重要。哎，挺难的，为什么一直看不过去啊？太拉远一点啊，然后站中间一点。哦，差不多了。差一点，然后在下面一点。啊 ，OK， 行了，然后再顺步进来，来到这里。那如果你等级不够的话，是进不去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顺步 ，OK， 进来啊，好吧，这是不用门的方法，就可以打了吧？美丽的海盗。好吧，他非常的强，啊，他有点危险。Oh no！ 他有一点强啊，死。OK， 好，解锁了，拿到三个村号。我看一下，应该回去说话才对。哦，我已经有了。直接有啊，看彩虹色的霸气，彩虹色的武装色啊，好帅啊！可以还一直换颜色，超漂亮的。好，因为武装色还有这个彩色的特性啊，太帅了。